感谢你引带志荣甲淑婷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结做夫妻。弟兄弟，阮知影这是主你伫创造的时阵就定着的旨意，也要借着安尼来祝福照安尼来行的人，特别是志荣甲淑婷以及因的家庭甲家族。那阮要伫遮伫主你的面前来结这个举行这个婚姻的礼仪，愿主你的信心甲阮指导，所以阮伫遮会当看到主你的恩光，要使阮祝福伫这对新人以及因要成立的家庭，以及祝阮嘛恳求主你，你的恩典嘛爸爸临到伫在座所有的人，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一起来看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十九节。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十九节。